桐庐呢是一个客家庄，这里青山绵绵，群山环绕，不但环境优美之外呢，也记录下许多人的童年回忆哦。那么现在就跟着小雨踏上时光机，去寻找当年最平凡的幸福滋味吧。位在桐庐火车站前，曾经是最繁华的街区，现在则是老街的所在地。虽然不见以往繁荣的街景，却增添了一股怀旧风情。来来来来，糖果，这个只要一嚼，而且呢，各种款式都有，都可以自己挑自己选哦。你们看，这个糖果罐有没有很像是我们小时候啊，在干妈店才会看到的那一种？而且呢，整个空间非常的怀旧跟复古。像是这个呢，有旧剧照，还有旧海报啊，整个都是有岁月的痕迹哦。你们一定会想说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来到了古文物的展示馆呢？不是，我们现在呢来到的就是一间以客家菜为主的复古餐厅哦。狭长型的用餐空间是早期房舍的特色之一，但最让人惊艳的就是这间餐厅的装潢摆设。店家搜集了早年客家文物，种类五花八门，食衣住行统统包含在内。来到这里能唤起儿时的回忆。来到这里啊，真的会让人有一种瞬间掉入时光隧道的感觉，整个空间满满都是古文物。那我身旁的这位呢，就是黄大哥。Hello， 黄大哥你好。你好，小雨小姐你好。这边古文物真的很多哎，我这样看下来，到底有多少件啊？这边摆出来只不过是百分之一而已。1%？对。可是你这个空间超大的哎，只有1%，那其他的东西？其他我还一般买一栋房子给他住。从清朝百年文物的储菜楼，到30年代的挂钟、老收音机、电话和电视，还有电影海报、旧剧照和老唱片的封套，每一样物品展现了旧日风华。来到这里用餐，还能品味过去农业时代的生活内容，真的好怀旧哦。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收集这些古文物呢？当初啊，是去看同行的，去他们参观，参观以后就开始收集了。那你就是之后有没有打算说把它开成一个小型的博物馆，就是给大家参观呢？有打算，也是朝那目标走。真的吗？是的。为了留住台湾成长的历程，花了近30年的时间，跑遍了苗栗各地，拜访了将近12万户人家，收集数十万件的古早文物，从清朝日治时代一直到80年代的客家文物，这些收藏品都是台湾人共同成长的回忆。它这里有很多的故事，这故事不只是苗栗的故事，还有很多公仔，一些老公仔，甚至新的公仔的故事都有。对，甚至我觉得老板也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。刚好就是4、5月来这边刚好看一下油桐花，顺便来中午来这边用餐一下。刚好看到这边有蛮多那以前小时候的一些玩具，对啊，像他这边有一些那个忍者龟之类的，这小时候的一些童年的玩具的回忆，对，还不错。然后他的餐点其实也不贵，而且很大碗，然后又很好吃。那讲到就是这边的客家庄，最重要就是我们餐厅里面的客家菜。那黄大哥有没有要先帮我介绍哪一道呢？因为我店里一进来哈。用餐先请你吃免费的麻薯，而且花生粉完全没有再客气的，一大把的满满的花生粉，好香哦。这全糯米做的，自己做的，只能说老板实在是太热情了。直到手工自制的客家马吉是来店消费就会免费赠送的甜品哦，充分展现了客家人的好客精神。马吉的口感 Q 弹不粘牙，淡淡的花生香气让人口齿留香。来到客家庄，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客家板条啦，油油亮亮的炒板条，炒得香喷喷的油葱酥，倒上爽口的高丽菜和豆芽菜，分量十分惊人哦。盘是这古岛三角圆，这三角圆，对，它是用外皮是用芋头地瓜做的啊，所以这个是芋头口味跟地瓜口味的，对，这也是自己做的，自己做的，形状看起来有一点像是
骂丸，就是那种形状下去。三角圆，是某客家三角圆。拥有两种色彩的三角圆是使用地瓜下去制作的，不但色彩缤纷，造型小巧好入口，口感 QQ 的，十分弹牙。我还看到我一个最喜欢的，就是这道，那叫萝卜丝煎蛋。萝卜丝煎蛋，哎，是本地的萝卜丝晒干的，和蛋一起融入再煎的。煎至焦黄的蛋皮香气四溢，与萝卜丝一起送入口中，特别选用晒干后的萝卜丝，有种迷人的香气，美味程度让人想再来一碗白饭。这是我们店里做的古早味大肚冰，好古早味哦！大颗的花豆，嗯，而且它里面隐隐约约还看得到里面的花豆，有大颗的花豆。这个真材实料哎，它里面是一整颗的大豆，然后冰冰凉凉的，这个很适合夏天吃哎。嗯，来到这边啊，真的超棒的，就是有黄大哥招待的大豆冰啊，还有这个抹吉，吃到美味的客家美食，然后来这边，整个满满都是古文物，你们可以来这边搜寻一下，看有哪一些是你们记忆中小时候的那个幸福的滋味跟童年的回忆哦。谢谢黄大哥，谢谢，感谢感谢。古早味的大豆冰在炎热的夏天吃非常消暑。来到这间复古餐厅，享用传统的客家料理之余，再透过各种古老文物，聆听苗栗的老故事。的甜甜的有气泡，汽水呢是小朋友的最爱，可是再加上一颗弹珠，就是勾起大朋友满满回忆的弹珠汽水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拜访一个孩子王哦，听说他从小到大喝汽水都不用钱，就连小朋友最爱的弹珠，他们家满满都是。哇，听起来走路出去都有风哎，好羡慕哦。这家位于苗栗的观光工厂是生产弹珠汽水的50年老字号，大门及围墙采用自家的弹珠做装饰，相当独特也很应景。门口还有各式可爱的立牌，许多游客还没进门就开始拍照打卡啦。哇，好多小朋友哦！做汽水？什么汽水？弹珠汽水。没错，你们好棒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要准备做弹珠汽水咯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出发吧，走吧。这个可以打小孩吗？灵魂人物光哥一出场，生动活泼的介绍让小朋友们全部热烈的加入，幽默风趣的带动，大人小孩都热情的回应，果然是孩子王啊，全无冷场，太厉害了。吹起来，吹起来，对，慢慢来，吹完了放这样，哎，放这样，你为什么？放这样，没有，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会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们有人规定说，气球里面不可以有一个什么东西，弹珠。对，后来有没有？没有。原来你刚刚里面放了一颗弹珠？没有，后来有啊，有没有弹珠？光哥，我想要请问你一下，因为其实弹珠汽水啊是许多人儿时的回忆，当初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弹珠汽水的？哦，它在西元1860年就有啦。那么荷兰人传到日本，日本人来台湾的时候就带到台湾来了，在台湾也很久很久啦。哎，很久了，我阿嬷就是在小小的一个厨房就开始做了，她是纯手工，哎，那我爸爸是半手工，那我是全自动。哎、那光哥，就是你们这边啊，其实原本是从比较传统的工厂，然后就是你又把它转型成 DIY， 为什么会想要做一个转型呢？哦，为了钱啊，很简单哦，因为竞争者越来越多了，那么这个。很单纯很有味道的，但是成本很高的弹珠汽水做不下去怎么办呢？就把它变成光光了啊。好奇弹珠汽水是怎么做出来的吗？生产过程大公开，弹珠要人工精挑细选，不够圆、有裂痕、有气泡都不能要。一颗颗弹珠放入瓶子后，开始进入自动化制程。工厂研发改良的生产线速度可是全球第一。
除了创造快乐的回忆，在产品的创新也下了很多功夫。这个卡通造型的包装设计，光瓶身就申请了6项专利。最早是因为没有瓶盖，没有办法，那么最简单的就是用大理石来当瓶盖。那么这个眼睛呢，注意看啊，这个眼睛就是挡弹珠用的啊，所以它这个瓶身设计是有它的原理在。对，其实你这样外观看会觉得很可爱，可是你看它有腰身，然后它把弹珠挡住，然后上面有眼睛凹进去，就把那个弹珠又两面都有哦，又卡住，是这个意思。对对对、哦、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是经过巧思的。使用工厂特制的机器，一手压下拉环将空瓶放到定位，一手轮流按压进水及排气按钮，重复3-4次将水灌满，最后将瓶身翻跟斗，再排一次气，等待5秒，弹珠受重力和气体的压力推挤，牢牢地卡在瓶口，弹珠汽水大功告成。使用粉红色开瓶器用力按下弹珠，随着啪的一声，白色泡沫伴随着香甜汽水味一涌而出，勾起儿时的欢乐回忆。鼻梁的碳酸汽水让人忍不住想一口喝完，超痛快的。喝完后想办法取出瓶子里的弹珠，也是喝弹珠汽水才有的乐趣哦。工厂还有一个有趣的活动哦，看小朋友玩得超开心的，有爆米花哎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开炉咯，加上去就可以了，加上去就可以了吗？三个人就可以开了。大哥会很大声吗？会很大声吗？那我要加哪边？你上来。那身为孩子王的光哥呢，在他的这个观光工厂里面设计了非常多有趣的弹珠游戏哦。那小雨呢，要来赶快玩玩喽。超大 size 的弹珠台，超刺激的弹珠溜溜池，还有超考验眼力的弹珠寻宝池，小小弹珠创造大大乐趣。小薇今天是一整个童心大爆发。哎呀，好重哦！还有这个弹珠斗笠，你看它上面还有各种不同造型的花，哇，很重，超有分量的。这个可以拍照用。厂里也展示了不同年代的汽水瓶，从早年的玻璃瓶到现在的宝特瓶，还有花瓶、斗笠到这座小城堡，上面贴满色彩缤纷的弹珠，好像用弹珠贴成水钻的概念哦。游客也可以挑选喜欢的弹珠带回家哦。工厂内也有干妈店，卖的当然是弹珠汽水喽。不论是复古风的绿色瓶身，仔细看每张标签的表情都不同哦，古朴又逗趣。卡通造型可爱又活泼，不妨带个大人小孩都爱的伴手礼回家吧。玩了一整天啊，是该休息一下了。现在我们要前往公馆，在乡间住上一晚，享受一下淳朴的原野风情。苗栗公馆是制陶之乡，从日治时期就以生产陶瓷制品闻名。沿着县道119甲，道路两旁不时出现的陶瓮艺术品相当吸睛。原来这里就是著名的陶色公路。
接着转进乡间小路，两旁种植稻米与芋头，绿油油的田野风情让空气也变得悠闲起来。这一栋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入住的民宿哦。而且一进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庭院，那边还有摇摇椅跟孩子使用的荡秋千，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这边入住哦。而且呢，这间民宿还荣获了好客民宿的认证，想必老板一定非常的热情吧。我们赶快进去里面看看吧。隐身乡间小路的民宿，没想到庭院很宽敞，草坪上的桌椅配上一把阳伞，这是旅客喝茶聊天的好地方。惬意的秋千摇椅，坐在上面把烦恼都摇掉。院子里还种了许多花花草草和多肉植物，看了心情真好。我的感觉是，他们对客人真的是非常用心啊！包括当初的时候，客人来问他说：“哎，怎么走怎么走啊？”他那时候她老公还没退休嘛，她会开车带着他们去逛。民宿就是要让来到这里就感觉是像回到家那种感觉。因为来的人都把他们当朋友一样，很多人来过以后，他约好我明年还要过来。出水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来到这个亲子民宿啊，还有一个最棒的就是这个夏日限定的游泳池。大朋友啊，可以坐在那边喝茶聊天，小朋友这边尽情的玩水，超棒的，很消暑哎。下午茶时间，那我身旁的这一位呢，就是民宿女主人钟大姐，你好。你好。你看，一进来就觉得满满的热情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前面这个是下午茶，都是钟大姐准备的哦。像是这边有新鲜的水果，然后还有这个是蝶豆花奶酪。哦，蝶豆花就是这个吗？是。哇，这感觉是现采的。是。哇，好有才哦。还有这个，这个坚果 Q 饼。坚果 Q 饼，对，自己做的。所以这也是你自己手工做的。对。为什么会想要自己手工做这些的小饼干？因为我们改为亲子民宿之后，希望陪着孩子长大，然后做一些小朋友喜欢吃的东西。哦，所以你刚才提到的亲子民宿，就是你主要希望在这个氛围当中，就是很适合家庭出游来到这边玩啊，然后小朋友这边也会很开心。对，哦，好，那接下来旁边的这个，我刚刚困惑了许久，这个是什么？油柑。油柑就是绿钻石。我没有听过哎，这几年盛行的很养生圣品哦，所以这个旁边这个，这是油柑制作成的醋，它有醋的那个酸味。对，除了蝶豆花奶酪，还有梦幻美丽的蝶豆花饮品，加入柠檬，真是美丽又好喝的饮料。所以钟大姐啊，其实就是想要结合一些在地的食材，像是油柑，然后蝶豆花，跟来到这边的朋友分享。是。那我想要问一下钟大姐，为什么你当初会在这边开民宿呢？就是以前常常回南部的时候，会散步到田间的很大间的别墅，就觉得好漂亮。可是怎么庭院深深深几许，就觉得将来如果有机会住到这种房子，我一定要拿出来分享。结果偶然旅行到苗栗来，结果就不小心看到这栋房子，来苗栗旅行，看苗栗的行局，结果不小心误闯到这里，然后也就出现一首歌，我家门前有小河，后面有山坡，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吗？就买了。挑高的大厅里，明亮的阳光从落地窗洒入，来点下午茶放松心情，舒适的环境让人一扫旅途的疲惫。接着要去看看今晚入住的房间咯。接下来呢，小玉要介绍的这间房型，据说是民宿里面人气最高的，就是这里。你们看，整个空间呢非常的宽敞明亮，之外布置呢也是非常的温馨哦。重点是这里呢一定是小朋友的最爱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个，你们看，超可爱的小车车的儿童床，而且呢还放了娃娃，超可爱，小玉忍不住都想要这边躺着休息了，好可爱哟。用莱姆黄和苹果绿才会出的空间，让心情整个飞扬起来。卡通汽车壁画和迎宾大使史努比，还有大人小孩看了心都融化的汽车造型床，
这是间适合亲子一起入住的客房哦。这间以海洋为主题的房间，蓝天白墙和海鸥，好有地中海的 view。 角落的壁画及装饰也充满童趣。还有这间以恋爱为主题，浪漫的粉色氛围吸引许多待嫁的新娘在这儿等待迎娶，连空气中都能感受到幸福的喜悦。早安。哎，早。我们早餐吃什么啊？我们吃那个芋头咸稀饭，我们用了当地食材啊，因为我们公馆地区啊种一大片的芋头，主要产地啊，超赞的。所以说我们用当地食材来做给客人。嗯，而且我们平常吃的咸稀饭很难得吃到客家的咸稀饭，我们在家里吃大部分普遍来讲都吃到白的咸稀饭，我们特地的选这个食材来做给客人吃，真的很棒。话说啊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餐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都是民宿主人亲手制作的，我好期待哦，等一下就可以吃了吗？可以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好，好好吃哦，吃饱元气满满喽。昨天睡了一觉之后呢，整个精神非常的好，而且呢，刚刚享用完了早餐，老板娘有偷偷跟我偷了一个小情报哦，所以现在小玉呢要骑着脚踏车出发去寻找最美丽的五月雪喽，出发！在这座距离民宿五分钟路程的公园里，我们相当幸运，赶上油桐花盛开的时节，走在花瓣铺就的白色地毯上，用相机来记录这美丽的一刻吧。接着骑单车在乡间小路转转，路边的稻田伴随远处的丘陵，时光反复倒转，细细品味当年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况味吧。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故事，用他们的大自然和人文写自己的故事。苗栗铜锣的旧时回忆就让搜集达人来守护，在充满古文物的餐馆里品尝客家菜，带你穿越时空感受客家生活。回忆里的弹珠汽水总是伴随欢乐的笑声，来趟观光工厂自己亲手做一瓶吧。还有超好玩的弹珠游戏，玩一下午也不无聊哦。来乡间住一晚，绿意盎然的庭院和各具特色的房间，在虫鸣声中入睡，品味乡间特有的田野气息和淳朴热情的人情味吧。这就是用青春岁月和质朴生活谱出的苗栗故事。OK， 小玉的魔法时间来了，为各位示范一下。没有，没有。好，然后呢？这样子拿住，然后拿着这样。气球顶鼻子，鼻子顶气球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，有没？